这是唯一一部九人看完十人赞好的国产奇门遁甲电影，别的不说，就看那金钟罩的特效，既没有浮夸的效果，但又能恰到好处，每一帧画面都能体现出自然流畅。合为奇门遁甲，其实由三部分组成，其就是咒符、印三奇及引力钉。本片中大师姐使用之术法便是咒符，门指八门，即开、修、生、伤、度、井、四。经小师妹风小小用的零散便是开八门之术法。 遁甲则指六甲寻手遁入六仪，即物即更新人鬼，很明显大师兄手中金钟罩便是遁甲之术法。再过往奇门遁甲电影中这一部算是代表之作。话不多说，故事开始便是高能。富家人家中的一头老母猪，不知为何在一夜之间长出了一吨的肉，本想请巫影门的人来捉妖除魔，可偏偏被一个名叫吴英的骗子劫了魔。他是城里的混子，不但不学无术，还招摇撞骗。当他目睹那头巨大的老母猪时，不禁吓了一跳，慌忙的撒了个谎。不出招财，影响纳瑞。 你家看来是要行大运了。说完就想借此离开，不料富家公子一把拉住他，还拿出一箱银子作为酬劳，做梦都想着发财的吴英敌不过诱惑，只好接下这活。他抱着银子走进房间，心想这只不过比普通的猪大几个吨位而已，想着转一下就可以走。可下一秒看到的这老母猪正在啃吃着人，这可被吓坏了，掉头就往回跑。 心中惊恐万分，只想尽快逃离这恐怖的地方。老母猪紧紧追了出来，扑向吴英。 可不知为何，当老母猪生吞吴英后，突然身体爆炸，接着一团像猪粪的东西掉落在他身上，还不停的在挪动。瞬间，周围引来一群虫妖，样子极为恐怖，人头虫身，还长着锋利的爪子。见此况，他顾不上这坨异物，连忙拔腿就跑。不料没跑出多远，就被妖物割喉。眼看这吴英快不行了，可这坨异物慢慢融进了他的体内，这东西不是别的，就是各方都想争夺的太岁，能使人起死回生的宝物。没过多久，他便复活了过来。 原来太岁竟然强迫他吃下这只虫妖来滋补身体，这时也不由他做主。正当下口时，一位女道士突然出现在身前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幕。她叫风小小，是雾影门人，上前便对吴英说：“跟我回雾影门，我帮你将他取出来。”哥，你的事，哥，他太笨了，打不成。原来老爹强行把下葬多年的爷爷挖了出来，硬要一家四口一起吃饭，可男孩却慌得一匹，生性胆怯的他突然觉得爹妈不认识了，老妈不但死死地盯着他，脸上还不停露出阴森森的笑容。他再也受不了了，爹妈之所以这么怪异，都是因为虫妖侵占了他们的身体。男孩夺门而出，拼命的向外跑去，没等他跑出多远，还是被爹妈前后围住，样子像两只野兽在捕猎。关键时刻，一把零散铜天而降，像极
此时，眼前出手相救的是一名女道士，她叫风小小，是雾影门的小师妹。还没等她缓过神，成群的毒虫再次攻向她，她使出灵散勉强抵挡住。幸好这时同周围飞出无数道魔咒，原来是及时赶来的大师兄和师姐出手相助。 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男孩遇到死去的爷爷，向他索要一个叫太岁的东西。据说太岁是神煞之首，能增强战斗力。能治百病。更能让人起死回生的奇效。就因为如此的重宝，才引来多方争夺。起初，老爹只想挖出下葬多年的爷爷取出太岁，为天生双目失明的儿子治病。可事实难料，太岁是治好男孩的双眼，从来没看过东西的孩子，一下子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陌生的，甚至连爹妈也只能凭声音来分辨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太岁只是寄居在他身上而已。我的神的爹啊！ 赶紧清了这草丛，吃了我的甲流。红石妖虫也是为了太岁找过来，并且侵占到爹妈身上，所以才有刚才这出。而眼前的爷爷无疑也是妖虫所控，男孩慌得很，可太岁根本不将这些妖物放在眼里，一声怒吼，妖物顿时被弹飞出50米开外。红石也现出真身，由于太岁的力量太过于巨大，男孩小小身躯根本承受不了，一下子便起了作用，吐了出来，接着便晕死过去。妖如
此时，小小三人已经来到男孩身旁，孩子已经瘫软在地上，甚至连眼睛也无法睁开。没多久，一醒来便哭喊。小小见状不忍心，便施了个法术，让男孩忘记爹妈成了妖魔。今后，他便成为一个孤儿了。一场人魔大战即将开始。看到这里，先暂停一下，我给兄弟们推荐的好玩的，如果你也单身，又想要一个可爱听话的女友，快用牵手吧，上面好看的女孩很多。 外卖吃腻了，会一起做饭。生日了，给你买礼物，还会陪你一起打游戏，轻松找到一起玩的妹子。大表哥花了不到2周就交到对象了，你们也点评论区试试。这是一个凡人会变成妖魔的年代，表面上看似太平盛世，实际却妖魔纵横。凡人无心劳作，每日浑浑噩噩，满脑子都想着升官发财，而妖物以抢夺凡人身体为目的，藏于大街小巷每个角落，伺机而行，幸好有这么一群道士，他们修炼奇门遁甲之术，以斩妖除魔为己任。他们大隐于市，往往藏于熙熙攘攘的普通人群之中，有些化身乞丐，有些做着最底层的苦力，甚至是街头上表演的戏法艺人，目的只为了守护一方的太平。一旦发现妖魔鬼怪有异动，他们便以物以门人的身份出现，维护正义。因为物以门得知太岁重现世间，引来各路妖魔争夺。为
就是那傻丫头把你带回来，你烂在地里都没人知道。他只是为了帮这里的恩人赎身。等等，从我这儿出去的姑娘都得过好日子，别过两天又给我送回来。想好了，就领走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老鸨确实是个好人，可他俩刚离开后，这里的老鸨可厉害了。 原来吴英身上有那妖人想要的东西，这东西也是雾隐门一直被视为必取之物。趁吴英乐在其中时，风晓小再次封印住太岁，就这样，吴英被带进了雾隐门的重地。年轻人，给你的地瓜好吃吗？师姐，要知道雾隐门人个个身怀绝技，往往大隐于市，平日里的行脚苦力，戏法大师云游道士都有可能。只有在妖魔祸乱人间的时候，才会显露真身。如今武师兄妹齐聚此地，为的就是要取出吴英身上的太岁。但说也奇怪，普通人的身体难以承受太岁的能量，迟早会像那头老母猪一样爆炸而亡。但过了这么久，吴英居然没事，但凡事都有例外，除非吴英能用意识来控制太岁，为其所用。既然有办法可以不用取出太岁，吴英自然是乐意，因为他也感受到太岁给他带来的好处。加入我们，为守护这个世
况且师妹平时也是孤身一人作战，也是时候该有个伴，大家不谋而合也同意了。于是大家各走五行方位，准备为无影解开太岁封印。这时风小小刚解开他的封印，就出情况了。对不起。 幸好小小有云散护身，紧接着师兄解轮番攻击都给他轻松躲过。接着大师兄使出金钟罩法器，一下子把无影整个罩在里面。可不一会儿，他便脱离金钟罩。这时的法器好像对他毫无效果，原来太岁已经有了防备，看来是早有预谋。 经过几番较量，师兄姐都败下阵来。此时的无音才意识到被太岁利用，可这时也由不得他，太岁已经完全接管了他的控制权。不是说好不相认的吗？要知道，太岁是神煞之首，想为其所用，必须自身要有足够强大之意念，才能真正驾驭太岁的力量。无音，一念成佛。 在关键时刻，他最终以自身的意念控制住太岁，同时也打开了与风小小的一些过往记忆。就此，本影片将迎来最高潮时刻。随着天空落下无数虫子，一场虫雨瞬间覆盖了全城。若是虫子被爬满全身，仅仅片刻中便被砍成一具白骨。关键时刻，一名大汉启动奇门遁甲之术法。
接着轮番上阵，不一会儿，天邪被收入京中赵中，但哪能那么容易？要知道，天邪已经得到太岁的加持，三年前的封印已经被打开，并且得到太岁后功力大增。他站在原地纹丝不动，只是一个眼神就把几人给震飞出去。接着像包粽子一样被蜘蛛网包的严严实实。说不定明天便将成为一坨肥料。就在这时，正当天邪准备放大招解决众人时，身后被人偷袭，原来是吴英这小子不讲武德，拿着小刀对着天邪噗呲噗呲戳了好几十刀。自从吴英决定要取出太岁，一心带着素儿远离凡尘，想着过些平淡的生活。不料被天邪半路杀出，素儿死了，自己却被小小救回。本想逃出凡尘，难料又遇天邪作乱，威祸人间，天性的侠义心肠不得不令他出手相助。但纵使天邪被他戳出几十个洞来，有太岁的加持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反而吴英被天邪